喺流心火車站搭火車去到呢個叫做 Stoos， 跟住我哋搭巴士去到 Stoos。啊！我天氣，多謝啊！慳翻好多筋骨力啊！上對手指再健行啊！在瑞士山顶的上空吃瑞士三角粥啊！卢森的最后一天，啊，我真的没有后悔再回过来这里，啊，因为那天落雨，今天天气好好，我又可以行山，啊，又可以望到好靓好靓的风景，啊，湖景，啊，山景，啊，真的好像我梦想里面的瑞士那样，好满足啊。全球最長的纜車搭出來。